新劇《旁觀者》尋日拜神，呢套劇幾破格，揀嚟劇中主要場景卻非拜神，組合亦都好新鮮，仲有單憑戲名，你唔會估到佢係一個殺手戲咯。呢個戲我覺得最大的矛盾就是一個警察喜歡了一個殺手，這個故事就是一個非常之一聽就覺得怎樣可以一起的一個故事，你不要說到這麼無能為力，感覺殺手都喜歡個警察的，你不要只說你喜歡我，你明白嗎？有殺手梗有犧牲， Brian 就要死，還打破囉囉攣一日死五次的紀錄。我在一日裏面死了六七次嘅，即係早幾日拍的，咁我對死呢樣嘢有一種第二種睇法咯，即係還死掂死，即係左手又死，右手又死，前面又死，後面，因為佢哋好多人都會殺我一次。利是係收咗封㗎嚇，爭我五封啊！羅天宇同馬冠東就輕鬆得多，因為佢哋要關注嘅係佢哋嘅 look 啊。哇！好突破喎，係咯，真係好唔同喎。你唔講都唔覺喎。即係其實我之前拍過咁多年嘢，全部都係有啲陰啊，係啊，有啲遮遮咁啊，而家真係好唔舒服啊。本身自己中意咁樣著嘅，你知著西裝夏天拍嘢好熱噶嘛？你睇下佢哋呢位街坊點啊？同亞東一樣玩破格嘅，仲有吳若希同 Shiga 兩個喺劇入面被勒令唔準笑啊！我的角色就是我人生之中我覺得最難做的一件事。為什麼他最有霸氣？不是啊，他叫我不要笑啊。是是是，很難。吳若希你不要再笑了，你收起你吧，走吧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媽咪生下你差不多每天都要哭，哭到我已經有一天是我喊不到了，已經日日都喊，日日都喊。你要完全同年思雅係180度轉變，即係好唔同咁樣。咁所以每一次我去到嘅時候，我又要同自己講：，我盡量唔好同人講嘢，唔好講咁多嘢，盡量永遠都 fail 嘅。係啊。